心里不好受吧？二少主针对你，不让大家来参加开府宴，你心里肯定不痛快。没关系，我帮你一起骂他。 其实也没什么，喜欢。这种事情怎么能习惯呢？不开心的事情在心里憋久了是会生病的。嗯，你要是不相信别人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守口如瓶。好。喝一天你吃了，还没喝够呢。这是米酒。 不能喝，我胃已经好了。那也不能喝，胃好了也不能喝。对，我酒量不佳，也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，没什么不能喝。你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？嗯。你怎么好意思说这话的？我们在单川的时候，你喝多了，我们俩在房间。 你就不能喝酒，你以后都不能再喝了。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丹丹，你是不希望我喝酒，还是不希望我和别人喝酒？ 上口谕，六少主对上不敬，理事有亏，上吃令少主必府思过。自今日始，全员上下进祖府内。梁少主，委屈您了。梁总管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避府呢？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抱歉。
主上，六少主的心腹已封，事情都已经办妥了，少主们在府外候着婚定，给您请安。哎呀，也是委屈老六了。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革新不易，要想继续打破方式，还需得稳住那些老臣，日后才有可能继续推行下去。主上不是一个人的父亲，是九川的总主，平衡牵制，您是最不容易的。一切都是为了大局，我想六少主会体谅的。钱多他锋芒太盛，埋下的隐患不少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冷他一冷，也可以让其他人都放心一些。今天就免他们婚定了，提醒老二让他最近先不用来了，什么时候把户政司理顺了再来请安吧。是。少主啊，少主，这晚膳的时间都过去很久了，您稍微用一点吧，少主。哎呀，他不是，我来吧。不是，他不是，您这样进去不合规矩啊。让他这样闷着不吃饭，饿坏了身子，才叫不合规矩。对对对对，有劳侧夫人。少主，是侧夫人进去了。在东西好不好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，人难过的时候呢，就是不想吃东西，以为这样让身体难受了，心里就能舒坦些。但我见着你饿，我也吃不下饭；看见你不高兴，我也不开心，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，我就在你身边待会儿，可以吗？元一先生跟我说了，主上这么做是舍弃你，平息大家的怨气。这件事情你没有错，所以不用自责。但如果心里实在难受，你哭吧，我看不见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对的、有用的事，父亲就能支持我一次，多看我一眼。但到头来还是我自己想多了。不过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结局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身上家的孩子若是受了委屈，父母一定上门讨回公道。可到了你这儿，委屈却都是父母给的。你不要习惯这些。一个人若想成事，肯定有很多人上赶着打压你。你不要习惯受委屈。我不想看见你受委屈。谢谢。
就让刘宝全挣了新的北高。好吃吗？有劳有劳有劳。这个银古炭有点少啊。是呀，上个月的银古炭是足量的，从进了二月就减了许多。哎呀，冬天是过了，但是最近有些倒春寒了呀，也不知道这个天什么时候能够暖和过来。苏主管，这些怕是不够用的。是啊是啊，我在库房看到还有很多赶风铃，这样大家也就不用惧怕风寒了。而且之前我买了许多姜，到时候给他多煮些姜汤驱驱寒就好了。干什么？我去禀报夫人。你这种的是什么呀？小白菜。宝泉弄的菜籽。不是的，这家里每日都有倒椰香和倒垃圾的车出去，所以托他们偷运些菜籽进来并不难。椰香。喂，别人是好心才会冒着风险帮我们忙的。我也没说别的。我说了，福特毙了还有心思玩呢？速来书房议事。开府之后，府内用度都是由少主名下庄子每日送一部分，再到街上买一部分。现在闭门思过，只能等内务厅调配分礼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想必你们也都看到了。所以，我们自己种菜。其实菜，你的菜长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刚问过厨房了，幸好年前还腌了咸菜。对，小人之前特地留了萝卜和雪里红，应该够全府上下半个月的粮。但我觉得光吃食物还好说，眼下最棘手的是天气还没回暖，炭却不够用了。我已经想好了。所以少主，李薇，除了这段时间要管理好府中事务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想出个方案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郡主，借一步说话。郝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明知道我不去老六的开府宴，你还执意去，你是在打我脸吗？少主明鉴，妾去宴席只是与姐妹聊天，并没有做其他的事情。少主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还执意跟那个李薇亲厚，你若识趣，就应该跟他彻底断了往来。妾与李薇亲厚，只是姐妹情谊，并没有其他意图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选择他，背弃我？不敢。少主，你为了女人家那些虚伪可笑的情谊，连自己夫君的荣辱都不要了。
你忘了自己一时动用权是谁赐你的？少主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少主，你是我的人，我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少主别生气了，先起来好吗？少主，少主别气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你赶紧起来！你都惹少主生气了，还犟什么？赶紧去罚跪，快走！赶紧的，你在外面给我好好跪着。这老六的本事可真大呀，办个开府宴，老五和老七两个蠢材去了也就算了，连老三都去了。老三这人你也知道，唯利是图，他觉得叶氏有好处捞罢了。他与元婴郡主算是血亲，可能怕驳了娘家人面子。我听说赐婚当日这老六是极不情愿的。是，为了他那个侧夫人闹起来。可是这整个开府宴都是元婴郡主操持的，他们一家三口看着倒十分要好。这叫惺惺作态，我看他早就想攀上这门亲事了。细想想，他不过就去了一次锦川，怎么就得了金川主的青眼，还非要把女儿嫁给他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是在金川暗通款曲？二哥，金川本就为主上所忌惮，谁娶了元婴，看似得了烈火烹油的富贵，但也最容易釜底抽薪。如今叶氏炸开，连我户政司都忙得团团转，宵禁之后就要开工，底下人心浮动，早就对此事不满。那些老臣们一直盼着尹峥下台，他现在居然还妄图扩大叶氏，真是急功近效，不知死活。都亥时了，怎么还在这开工？真是倒霉啊！就是说呀，当时寻这差事的时候，就是图个方便，现在倒好，大晚上家都回不去。附近的人睡觉了啊！这事明文规定能到亥时，你不乐意去衙门呢？什么意思？户政司那些老臣因循守旧，手下的人更是拈轻怕重，稍一煽风火就点起来了。老六想趟叶氏这条路没那么好走。每天都在外面这样等着，就算茶都等凉了，少主也不会叫你的。你平时跟我斗那精神气儿都哪儿去了呀？被少主一打就蔫了吗？你和我都同样在一个男人手底下讨生活，难道你就这样服输了吗？跟了我还那么长，要怎么挨到老？走。少主，这桌子上这么多折子也不收一下，怎么当差的呀？夫人，
这都是我写的，都让主上给退回来了。退回来了？那主上的意思是？主上的意思还不清楚吗？主上几日不见少主，也不拆少主的折子，是因为对少主要求严格，希望少主可以独自领悟主上的所思所想，实在是用心良苦。少主天纵英才，望眼天下，无人能及。夫人，郝家欠夫人一次。不必惺惺作态的，我让你见到少主，无非只是因为大家都是女子，关在同样的内宅中，并没有丈夫垂怜。我只是担心，如果哪天你要是想不开，还得我来给你收拾呢。夫人与我，无论如何，也算得上是对手，但夫人如此将心比心，郝家羞愧。在此，谢过夫人。少主，借你裁纸刀一用。嗯，您稍等。咱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喊我少主啊？怪生分的。那真哥哥。要不还是喊名字吧，名字好。你这信是？郝家姐姐写给我的，多谢。不客气。可咱们已经闭府了，这信是怎么进来的？还是跟往常一样啊，通过倒垃圾的人送进来的。郝家姐姐说，二少主害咱们闭了府，她很抱歉。上次他来了咱们家的开府宴，回去之后被罚跪了整整一夜，最近的日子才好过了些。所以你是特意来拆信的？郝家姐姐与我交好，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但她也是二少主抚养的人。咱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应该跟你知会一声。你能与我分享这些，我很开心。那我先走了，不要太辛苦哦，尹征。郡主最近都有些咳嗽了，喝点汤药吧。郡主，这是侧夫人给的汤婆子和暖手炉，让您小心着凉。郡主，这夜都深了，您还是歇会儿吧。闭府以来，虽各有分工，但少主跟李薇毕竟没经历过大事，我这里得更稳妥些，得将府中各内安排写得再细些，否则人心就乱了。待你
郡主点两盏灯，我去下凤角了。不用了，现在内务厅都觉得少主失宠，送东西缺斤少两，我得以身作则，不能再浪费任何东西。可是郡主，少官静，干嘛？等会儿。哎，少主，不是。你毕竟少带两件能死吗？我想知道。鲁少主那破石头也没有少带啊，凭什么让我扔下我的兵器？我那怎么是破石头？我是价值千金的玉石，比你这玩意儿它值钱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废什么话？你不就嫌我那兵器沉吗？扛不了就别扛，逞什么强？我说我扛，我就得扛。那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算什么呀？哎呦，不行！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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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走，不行走走走！哎呀，少主少主少主，没事吧？少主，干什么什么不行？哎呀，怎么太惨了我呀！哎呀，没人给我上药啊！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掉了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万不行，又捡不到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呵，值了吗？这是床还是刑具啊？你要有这个闲工夫啊，你就去准备那个开府宴，宾客跟菜单都还没定呢。哎呀，哎，不对呀。别人家都是女主人操持这些啊！你少跟我拿男女来说事儿，你总该要定一下来的亲戚吧？什么？我不求你贤良淑德啊，我就求你有时候能稍微配合我一小下。那你怎么不能将就我一下呢？行行行行行，不开就不开，爱办不办吧，不办谁也不用迁就。好呀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朋友啊，就六少主那么一个，还被关起来了，不办拉倒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不办就不办。要不找个借口不办了？可是有什么理由呢？我想想啊。要不我们给大家送膳盒吧，一家一盒，就不用宴会应酬了。虽然闭府了，但还准我们珍惜少主送来的开府膳盒，太感人了。来，都是姐妹，吃吧。啊，侧夫人，侧夫人先请吧。我们一起吃啊。啊，这太好了。都可以哈气了，啊！去，我们比比谁哈的气更大吧。嗯，春天必复苏，哈哈！侧夫人，我赢了，你这什么赢了？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哈，我们。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是，我这过的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这我倒知道，都2月18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这么浪费光阴下去。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对吧？你们这是三军医，就等你了。我这还有公文要看。快打量吧，要不了多长时间。请上。公文给我，我帮您收好。筹码在这儿，一样多，很公平。好吧。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糊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作弊了？跟他打牌很难赢的，他会算牌。真假的？嗯。我不信，再来。服了。再来。
走了。哟，胡了，胡了，胡，胡了，胡了，胡，胡，胡了，胡，胡了。嗯，嗯，胡了啊。绝对作弊，绝对作弊了！哎呀，神机妙算啊！神机妙算，神机妙算！不玩不玩了！这孩子，真是！哎，那我一颗都没了，玩了，不玩了！哎呀，继续，继续！别，那少主，要不这样，这个咱们是不是越打越冷啊？咱们要不外边活动活动？啊，赞同！也行，有。以此线为界啊，公平公正公开，每人三个啊，套中了就是您的了。来，哎，我要那个红色的镯子，那镯子是我的，你跟他没有缘分，那一会儿就是我的了，哼，看能套中不？嘿，没有套中，套不中，套不中，我还有。哎，这张，我试试。确实有难度啊！对，我还有一个，套不住。恭喜聪人套住翡翠镯的一个！没事，你再套嘛，宋姑娘。换点有难度的吧。我想要那个花瓶。那个。你使什么？靠点，靠点，走。哎，那就差一点。您说，对，哎呀，就差一点。哎，要不然让我试试啊？试试。哎，刘大叔，套中了就是您的。哎啊，我先试一个。我你侥幸，那你套那个暖手壶。运气。那个，你盆栽。我的都给你了。来，继续，你套远点的，来那个。谢谢，这是镯子，轻点吧。老陈啊，哎，你是来进货的吧？你啊，入错行了。要不我们再找一些东西来套？好啊。这好像能套的都在这儿了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元婴郡主的房间我们没去过吧？哎，元婴郡主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壁画，他挖的。不，那天我看着在那儿。元婴，他背后怎么有点凉凉的？玩得很开心嘛。我让你摘了吗？府都闭成这样了，你俩还带人玩？我看你们心不光是大，是大的，能装下整个九川了。郡主，这闭府期间大家都很紧张，偶尔放松一下也并非坏事嘛。少主要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了。还有你，没个正形。已经十五日了，按最不乐观的计划，也该有眉目。可现在呢？我们可以罢了。按我原本所想，下个月我都能回京城。可如今，我原本想信任少主，但眼下少主的一举一动都实在令人担忧，我不能再放任不管了。
是我导致了毕府，是我对不起君主，但请相信，过不了几日，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奏效。莹莹，你就不要说，别给我来这一套。所以三少主管辖夜市，是你们在背后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父亲牺牲我是为了平息嫡长主和朝内元老的怨气，但对于父亲而言，我呢，还是一枚有用的棋子。可若是想再多用我，就要让外人觉得这不是偏袒，而是一视同仁。我听懂了，不就是等五少主上朝，好让他帮忙吗？啊！嫡长主和护政司那些元老，对夜市毫无兴趣，更不知如何管辖。但对于父亲而言，开放夜市是极其必要的。我那个兄长，只会收拾我，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。少主那份计划我看过了，看着倒比金川的侠灵手段还要完善些。那郡主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带回去。就当作是我的谢师礼了，倒也不必，我会为金川量身打造更合适的举措。苏总管，这时候将少主的计划交给三少主了。哎，等，但我们不是封府了吗？信怎么送出去呢？李卫强的法子交给倒废料的师傅，他带出去。住吧。拉上五哥也算是给他谋了个差事，咱们呢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。等等，什么是下一步计划？寻找能熬夜执行的青年兵丁。这有什么用？这开放夜市之所以那些老臣不满，就是因为太累了。这夜市可以开放到亥时以后，他们这些人就不得不熬夜赶工了。所以啊，要招募熬鹰战士来管理夜市。这份工种对于体力要求极高，所以不必局限于科考人才。这样一来，底层人士就有了机会。但我觉得应该培训一下，不然素养参差不齐，怕惹祸上身。此外，还需增加薪资补贴，采取轮休制。休沐期间，让执勤者跟请来的先生念书，提升素养。我们商议过了，等夜市稳定之后，让女子也尝试经商。女子擅长的手工艺品、美食小吃，很适合在夜市售卖。这个，你们倒没同我说过。我们也只是想想，毕竟是在新川，女子抛头露面总归是不太好的，执行起来也有点困难。但我认为，可以一试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也。女子经商，听上去就很了不起。你女工这么好，只要你愿意，自己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。我怕外头人不仔细，以后夜市的流水上层，还请少主让我再合上一点。有劳郡主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他吃了吗？没有吧。那还是活人吗？他不累。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是不是应该加一道防伪的印记啊？我竟没想到，还好你细心啊。少主的用度都是内务厅采买之后直接送到府上的，荷包大多数时间也都是苏总管在保管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守将。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哎呀，哎，侧夫人，少主，宫里来人了，宣您婚定问安呐。夫人吧，她看着账本呢，忽然就昏倒了。我们想出府请郎中，被拦下来了。时宜还没到，断不能放你们出去。六少夫人可是
你们是胡扯，责任就在我们身上。别冷了，难道还要抬出来给你们看吗？不然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走过来！终究不然，你说有什么办法让我长那么大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帮助我！ 曾经疲劳成疾，如今风邪侵体，至旧疾复发。下官给开了几副金钱利胆汤，但切忌劳累，须得好生将养，否则长此以往，恐有碍寿元。有劳太医。 郡主身体都这样了，怎么还向着强壮本呀？君主，君主，你让我起来。君主，太医都说了，你再这样劳累下去的话，连寿元都会有损。你这样拼了命到底图什么呀？我跟葡萄虽是从内屋厅过来的，但是早就把您当成了真正的主子。我从前受教，就知道要对主子说吉祥话。可是如今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对您说的话，会变成叛逆长寿，您不能再这么消耗自己了。是啊，郡主顾着点身体吧，您还这么年轻呢。我从没认输过，可恨我这身子骨，再不争气。郡主，您歇会儿吧。没让你认输，让你劳逸结合而已。泽夫人，你快劝劝君主吧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什么药喝吗？这看账，我已经觉得七七八八了，想着能上手帮帮你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，放自己几天假。你休息之后，就会发现，这天不会塌，反而自己肝胆双全了。天下责任心共十斗。 您呀，就占八斗了，就分给我一些吧。谢谢。
你怎么不让我回房里睡啊？郡主心疼您，说让您多睡会儿。你起来了，昨夜休息的可好？对不住啊，郡主，昨夜都把你赶到客房睡了。你二月看了那么多账本，理应多休息的。那些账本我都看过了，问题没有什么。你确实进步很大。你怎么又看账本了呀？不是说好了要好好休息吗？你说的对，要劳逸结合。我躺够了，也得起来劳作一会儿，否则骨头都懒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一个修仙的真人，根本就不要休息。你现在呢，也不是在打八段锦，是在吸取天地灵气。为了尽快康复，我制定了一套锻炼计划，早睡早起，每日早八段锦，玩五禽戏，三餐定时定量，以后全府人也得一起遵守。我们理解的劳逸结合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既然账本都已经看完了，那不如今日就好好的休息一天。可是根据我今日的安排，我春天都来了，天气这么好，你相信我，好好的休息一日会恢复得更快。我从未见过有人放风筝还这么一板一眼，不应该吗？应该啊，只是如果不那么紧绷，再放松一点会更好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就是很努力的在放松。玩不了了，就让它随风飞走吧。其实，你也能像这风筝一样，活得更自在些。那么努力，想必金川主和金川夫人肯定对你很严苛吧？但有时候，或许不用那么努力做到完美，放轻松一些，可以快乐一点。坦白讲，第一次有人在意我快不快乐，而不是做得好吗？或许你的父母也这么想呢，只是父母之爱子，则为直击深渊。他们或许想你是全是美的，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，恰恰是我至亲之人认为我不该追逐的。但我们元婴郡主怎么会认输呢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元婴郡主都是最棒的。所以你尽管去追寻自己想要的，他们日后便会明白的。那么你呢？你最想要我是什么？惊喜中爱在生长，夏风渐息，烈日灼，直到是寻常。秋夜落幕，等你我。我想要的写下都在这的篇章，冬雪过后是暖阳。
繁华无惧，惊喜中爱在生长，夏风渐息，烈日灼，只都是寻常，秋夜落幕，等你我写下新的篇章，冬雪过后是暖阳，昨日步履在脚下跌跌撞撞，今宵之梦在指尖狂欢的流淌，明天的路任你我共赴岁月悠长，今夜明前向远方，谁来了？元英姐姐，帮我拼这个。好了，十一啊，要想搭好这个呢，首先你得先了解榫卯的构造。你看，这个突出的部分叫榫，或者叫榫头；凹进去的部分呢叫卯，或者卯眼。你看，嗯。他这么小哪知道榫卯结构啊，我看你呀、就是当先生当惯了，这么小个小孩也不放过。寓教于乐要从孩子抓起，一刻也不能懈怠。来，十一你试试。嗯，再试试这个。怎么没有带你啦？明明就有。元婴郡主来了府上之后，你都不带我玩了。而且现在我们开了府，我也不用到宫里去上学了，我就天天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，真的很无聊啊。你们还笑我？好了好了，下次我们做什么都带着你，好不好？你说的。嗯。哼，来吧。这个无脸鬼！哎，刚才都教过你一遍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你才笨呢！你哪听我的？你懂自己了？少主啊，少主，侧夫人叫您去陪十一少主玩呢，这都想您了。这不是上面呢？您还没写完呢。嗯，那我告诉他们，小点声。真聪明。嗯，算了，家嘛。热闹一些挺好。自打侧夫人嫁进来之后啊，咱这家确实热闹多了。我看您也比从前高兴了呢。承邀上官靖君主，东市还原酒楼。一序字写的好看了不少，落款吧。我也真是荒唐，居然答应带你出门玩。哎呀，你这最好了，咱们把海棠姐他们一起带上。夫人，侧夫人，送去嫡长主府上的帖子被退了回来，小厮打听了，说是郝家姑娘被嫡长主下了禁令，不许与咱们府走动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郝家是侧夫人，接触外界的机会本就不多，她这不许那不许，这样关下去，人是会出问题的。咱们府再下帖子过去，反倒不好，得借其他夫人之手，迂回的把人带出来。
明亮，这回是五少主夫人下的帖子，正好少主进宫婚定了，夫人也没仔细看就收下了，结果啊发现只请了你一个人，还不高兴了呢。太好了，收了帖子，按规矩我就能出府了。可要是少主回来知道了？知道就知道，我出不出去他回来都会接着关我，但我要是害怕不出去，迟早会来他的掌中之物的。你别跟着我，别人问起你就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把自己摘干净了，知道吗？侧夫人，快进屋吧啊！侧夫人就这么出去了，不赖少主定回将军。夫人，不开心吗？你说，郝家他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他出去后会有什么后果，可是他依然会这么选择。他是个糊涂的，自然是比不过夫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上次少主对他动了手，我这心里面就冷得更厉害。其实以前我也爱出去玩，宫里的人都夸我伶俐，风头不亚于现在的金川郡主。只是后来，少主他捏了我的错处，他也掐了我，禁了我的足。夫人不是说了要忘记这件事的？那之后，少主不是对夫人又好了许多吗？是啊，原本是忘记了。来，姐妹们，这第一杯庆祝我和袁先生解除禁足。来啦！这第二杯敬袁一先生，要不是他以夫人的身份下了帖子，我们就很难聚到一起了。来，敬袁一。这第三杯，竟终于可以一起出来玩的天下第一美人郝佳，敬天下第一美人。什么天下第一美人啊？你们都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而且是最仗义的美人。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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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十二杯。敬酒川合盟，让大家都能乱嫁人。这个好，干干了，乱嫁人！来来来来，乱嫁人！干了！干了！嗯，你喝醉了？我没有，我很清醒。你现在要是问我六少主府里从二月到四月的账，无论哪一天我给你算得清清楚楚，那猴年马月猪时辰的账你记得吗？你不信我是不是？我现在就给你算啊，这一月大主官，今日咱们便说说坊间最为风行的画本子《绝世独宠之思倾城》。你又是这说这邪王叶龙腾啊，就这个戏本子在我们丹川他开不了场。他不小时候在燕川倒是听过不少这样的画本子。这如今这戏本子起的名都是这风格了，那要是叫什么李铁柱、王富贵什么的，还不配有故事了。摔入了这叶龙腾的怀中啊。叶龙腾看见这位弱不禁风的女子走路都能将自己绊倒的模样，停不下去。哎，谁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李薇，不可收拾的，李薇爱上了这位穷困的少女。住嘴！你在讲些什么呀？
跟你说了，用骈句，用骈句。你这学堂文章不是写得很好吗？怎么需要你的时候就憋不出来了呢？你这么写，怎么能显得出我的劳苦功高呢？啊，对，当然，你也有一份小功啊。哎呀，这么写更加清晰明了。叶赤的功劳，别人看不见，那百姓还能看不见吗？呀，这远处还有酒楼开着呢啊。这夜市对酒楼肯定也会有影响，为了增加竞争，自然会增添经营的时间，长此以往对新商也会有好处。我有很多铺子现在也在开着，这夜里的生意不能丢啊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三少主，哎，怎么了？五少主啊，找到咱府上了，说都这个时辰了，女眷还没回家，咱看了那个五少夫人的帖子，知道是被咱府上的侧夫人拐去团圆酒楼了。他想去找吧，他又不敢，是不是派我来找您陪他一起去呢吗？老六，那你去看看，这个女眷聚会啊，也实属正常啊。是是是，虽然这天色已晚，但是不要发脾气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去，您的女眷也全在。成何体统？在哪个酒楼？现在的话本都太烂。原以为是以女子为主的故事，结果还是只能靠男子才能解决问题。但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子的，女子不会随随便便摔跤，她们靠自己的双脚就能站得很稳。所以以后不要再写这种话本了，我们靠自己也能获得幸福，你们能做的我们一样能做得很好。脖子呀，啊，喝成这样，还当着这么多人说这种离经叛道的话，你丢不丢人？有你这样的女人吗？我们该如何，不该如何，难道是你说了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守妇道规矩，你简直丢人现眼！你才丢人现眼！你自以为是，恶语伤人，不懂分寸。难道我要在乎你这样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吗？要你管呀！闭嘴！你到底是哪家的女子？要你管！你既不占理，也说不过我们，就要找我家里人告状。如果你实在不懂尊重人，就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对，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赶紧滚！不欢迎你！这么大，你也来搞破事？二十分钟之外。快都把脸挡上，挡上，挡上！多丢人呐！啊，快快，脸挡上！你们一个个的，快快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三哥，真不愧是你家马车，真能装啊！别说那些没用的啊！你们好好管管你们的女人，这胡闹吗？这不是，我丢不起的人啊！我先走了，啊、快上上上，上我车吧！好。没关系的，别担心。来，行啊，慢点啊，我先走了。酸梅汤醒酒的啊。醒酒。知道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这样出去喝酒了。你挺能喝呀。喝了多少？一天天喝。再来三壶。
这一点点。三壶是他喝的，我想了没拦住，所以就喝成这样了。以后你们要是再想喝酒，那至少跟我说一声吧。一定。嗯。一定。嗯。一定说。一定说，一定说。我先把他送回屋了啊。哎，我这郡主喝多了不也这样吗？少主罚您抄这么多遍，得写到什么时候啊？抄不完还不让您吃饭。别误会啊，今天少主在我房间睡，我心情好，所以吃了个宵夜，散了个步，这不正好走到你这儿了，我也吃饱了，剩下的就赏你吧。多谢夫人。谢什么？又不是专门为你做的。夫人，我与夫人之间原也没有什么，不过夹着一个有问题的男人。怎么？你是在给我认输吗？是想和。最近我与老六共管夜市，他生意上帮了我不少，我不好在他面前说什么。可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，在酒楼玩的那么晚，你们就不知道会想你们吗？停！摇得我头都疼。行了啊，我知道你们口是心非，一直不好意思承认我在乎你们，一个个的淘气。海棠，今日婚定前案的时候，川夫人让你明日进宫一趟，说跟你聊聊子嗣的问题。不，这事儿我就纳了闷了啊！你说你们几个进府都这么多年，就没有一个有动静的吗？算了算了，啊，今儿有点乏了，都散了吧。等等，白露今晚陪我吧。我替你去。是少主。你是白露啊？是你的露啊。我怎么看你那么像霜降啊？你们真的是在一起待时间长，是一个个的越来越像了啊。川夫人请喝茶。看过太医了？是。回川夫人的话，三少主夫人身子并无大碍。那就得让老三去瞧瞧了。你也是的，身为夫人，老三的子嗣才是你最该关心的，可是你竟然毫不在意，还要我来问。当初也是看你老实，
才把你选了给他，结果你还真是老实，推一把动一把。这都是海棠的错，妾不堪大用，若是可以，还请川夫人下去把海棠给休了吧。哎呀，我不过就是说了你两句，怎么就说这样的重话呢？还说不得了。这是妾的错，妾不配做三少主夫人，理应自请下堂。海棠，你这是说的气话，还是真的想被休了？不能休，不能休！川夫人，川夫人，我与海棠夫妻情深，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，我都是不愿意休了他的。好了，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让我省心，老大有一个女儿，老二倒是有三个，一个夭折了，另外两个还不是嫡出。母亲，儿子已经尽力的在开枝散叶了，奈何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不能生养，想来大抵是他们都出身太苦，小时候没有养好身子吧。儿子身为男人，是不会丢下他们任何一个人的。老三，要不你再去看看太医。是，儿子一定找大夫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瞧瞧。我是说你也一起去瞧瞧。啊，这个母亲不必担心，儿子知道怎么为人丈夫，他们瞧病儿子一定在身边悉心照顾。明天就去。听闻大夫是千金科圣手，我家娘子多年不育，还麻烦您帮看看。好，好，请夫人进来吧。进来吧。都往前站啊，都往前站，站好。这么多，一部分，一部分。啊，你们别紧张啊！这宫里的太医如果诊断出你们有问题，你们就留不下了。所以我在外头请了大夫，这外头的脉案呢不入册，你们不管谁有问题，我都能保住。放心。哎，海棠，坐。你们都排好队啊。大夫。辛苦你帮挨个看看到底哪个有问题。这么多个都没有孩子，那你觉得会是谁的问题呢？就是不知道嘛，所以再请您看看。你这个药您坚持每日服用，早中晚各一剂。我吃，他们不用？不用。咱们这叶氏兴盛，这几个月的营生总算是能还清这金川的外债。嗯，刘迪在此谢过二位兄长。来，心事。我问你俩个问题啊。你俩这成婚也有日子了。嗯嗯。你们的夫人这肚子也没动静。那这么看来真的是咱们兄弟的问题啊。那么不是，三哥，话不能乱说，咱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。不，我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嗯，没问题。我还行，那是谁的问题呢？
什么意思？我也没问题啊，我也还行啊。这个不一定，都这么说呢。还是多补，嗯，对，多补。这行，来，秋葵，秋葵好，少吃凉的。男人就是吃。不是你俩什么意思？秋葵好，我试试去。我也生龙活虎，好，好吧。各位少主，你俩大不了急。你别激动。启禀三位少主，主上找少主们即刻回宫觐见。啊。不出两月，金川的款项俱能悉数还上，还请主上过目。好，很好，几位少主都做得非常不错，都加赏3倍俸禄。谢主上。眼下墨川的事最为紧要，今年是庚子年，每60甲子，我川都得送数名贵女去墨川通婚。可如今宫中适婚的女子甚少，李斯也迟迟拟不出名册。你们几位可有什么想法？不妨说来听听。主上，墨川与我川乃是多年盟友，不可开罪。儿臣本愿大义让亲，忍痛远嫁，吾妹恕于郡主。但恕于贵为嫡郡主，以川夫人之女相赠，恐令墨川太过得意。思前想后，不慎人选，也就只好委屈琳琅郡主。夫姐，不可呀，琳琅才13岁啊，他就是明年后年出嫁，他都嫌太早啊。儿臣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请父亲三思啊。父亲，你得三思啊。行了行了，在朝堂上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快起来。是。母亲，宗儿，主上怎么说的？不会真的让淑玉嫁到那种地方吧？母亲放心，淑玉是嫡出，怎么也不可能送出去通婚的。但是按父亲的意思，他也不想嫁老五的妹妹，还得再找一个人，免得祸及淑玉。你父亲呀，是哪个女儿都不舍得。墨川那种苦寒地方，哪是人待的呀？老大被派去驻扎，几年前回来了一趟，瞧那样子，都没有人模样了。母亲放心，其实儿子已经有一个主意了。三弟家有那么多女人，何不挑一个貌美的，母亲收作义女，晋封郡主，嫁出去也就行了。老三来了。问川夫人安。二哥，三弟来了，方才还说到你来着。听到了。三弟家美貌女子甚多，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拔尖的，正好给父亲分忧啊。二哥，我也想为父亲分忧，只可惜我家那几个都出身太低微，连宫籍都没有。宋家墨川少主实在有违礼数啊，就算是给他们安了宫籍，封了郡主，可这事情一旦败露，这不是把两川的关系放在火上烤吗？是吧，母亲？世才啊，在母亲面前我不好说什么，免得让他老人家以为我们兄弟失和。但我听着，你好像对我的提议很是不满呀。哎呀，我哪敢对二哥不满呢？我就是觉得这主意会反噬到二哥。二哥慢走。
全天下最好的女人，跟海棠并列最好，也是你们配打的主意。啊，亲，该。要想彻底解决舒玉之危，就要尽快的选出合适的人选送到墨川。册封义女确实是个好办法，但老三说的也有道理，如果选一个身份低下的女子送上去实在是不妥，反而会影响了两川关系。其实也不是没有人，要说义女，宫中不正好有一位吗？主上亲自册封，这种荣耀还是咱宫里独一份吧。姑娘，主上一直都对何夫人收养你这件事颇有微词，怎么突然就要册封你啊？这一件事好的不像真的，肯定有猫腻儿。金萍，你非得每天一个背番卖小技巧吗？这样把你打包了卖个人牙子。册封我，那当然是因为我美貌惊人，才华横溢，智勇双全，鹤立鸡群。小心点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不是还有坑呢？所以，川主封我为克宁郡主，是想让我以川夫人嫡女的身份嫁去墨川。嗯，主上，这孩子都高兴的傻了，还不快快谢恩？嗯，主上，嗯，送我。宋武相貌平平，才疏学浅，胆小怕事，精力合群，配不上这样的恩典。祈求川主、川夫人，你们大发慈悲，宽宏大量。宋武，你身为何夫人的义女，如今又册封为郡主，理应为本川分忧嘛。别紧张，出嫁时一定按嫡郡主的规格，把你风风光光的送走。嗯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哎，少主啊，这春雨真是说下就下，要不咱们先用膳去吧。莫慌莫慌，小人这就去关门啊。这雨下的，哎呀，宋姑娘，哎呦，啊，宋姑娘，你，不是，宋姑娘，你不要这少主，你看看他，太欺负人了。着了风寒，把感风灵喝了吧。到底怎么了你？这是他们说要封为客卿之主，主上假冒川的罪犯，假车的错了，我让直接亮。说什么呢你？他说他被封为了克宁郡主，就要被送嫁去墨川，嫁妆都送来了，还给他量了尺寸，要给他做嫁衣。走我去，我还都是什么好事？谁过去放开我，把我嫁到陌生的地方。他以为有什么好事呢，结果是要把他贩卖去墨川。丧尽天良，就当为郡主，谁还当谁当？丧尽天良，太欺负人了！这倒霉郡主谁爱听？
宋武好些没？能好吗？快哭死了。我不会看他往火坑里跳的。逃婚这个事儿吧，我有经验，不过需要你担些责。你有经验，你也没成功啊。别打岔。就去不了武川。此事确实有些理，我来吧。川竹舍不得自己的女儿，就把主意打到了宋武头上。可谁家的女儿不是女儿呢？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你看，新墨两川关系特殊，新川需要墨川守着长生关这个门户，而墨川苦寒需要新川接济，所以才有了这嫁女之约，让彼此安心。即便我们不愿意，但这确实是为了大局考虑。大局？以牺牲女子为代价的大局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站在两川的角度分析问题。那为何牺牲的偏偏是女子呢？牺牲就是牺牲，别搬出所谓的大局观。这个呀，是我在内院学堂特制的称病告假专用伞。但那个时候和小姐妹们玩得太开心了，就没用上。现在就给你了。光是妆容都下功夫，终归是骗人的把戏，还是得再逼真一些才好。其实我也这么觉得，得让宋武中过毒什么的。哎，你放心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又吃点小苦头。这不合适吧？合适合适，这太合适了。我要是不吃这个苦，我就得吃成婚的苦。我可以，袁医先生，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交给我，我拿手。你有事儿就先忙。这是要做什么？你忘了，这苋菜与甲鱼汤同时会产生毒性的。开府宴的时候，吴少主已经试过了，不过有空心菜汁在，就不会有生命问题。哎，那为什么我先前做的养胃红杏汤也在这儿呢？好原理啊，就是按照你的方子调味的，格外详细。到时候你喝下去，然后在外人面前吐出来，那效果可太逼真了。我试试。怕是不成了。我被封郡主之后，就一心想嫁往墨川，要为新川献上自己的一份力。可眼下，还是做不到了。我死后，就把我埋在去往墨川的路上，我的墓志铭就写。空有报效昭君之，可怜薄命，花钱死吧。你看着孩子，属下官愚钝，可宁郡主应该是得什么病？应该是绝症。
诊脉的结果来看，郡主只是脾胃受亏，这脉象倒是比平常女子还要稳健三分呐。你确定？若是公开诊脉，我们自然会提前打得宋母脉象不稳。但如今只有您一个人知道，若是泄露出去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打谁了。还请太医对外声明，克宁郡主气血双亏，命不久矣，不能远嫁。若是太医肯发善心，救下一个薄命女儿，让她不致远嫁，也算是功德无量。下官明白了。那下官告退。我送你。跟兄长吵架了？兄长？还是说少主？干嘛突然改口啊？哎，别打岔，你和兄长就是吵架了吧？很明显吗？你刚出的那一步，小小的动作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男女有别，难免会有想法冲突，只需要时间说开就好。你们二位，一位是尹征的夫人，一位以前争个长争个短的，现在却来劝和我俩，这人物关系属实有点复杂，话本子都不敢这么写。听闻克宁郡主病了，这是主上与何夫人的一点心意，都是些补药还有宫里的丸药，问过太医了，能对郡主的症候啊。有了，那小人就先告退了。哎，您慢走。哎，留步。好，都收起来，都收起来。送膳房啊！啊，送。近几日太医院为了宋武跑前跑后的，可有为难你们？这个宋姑娘有夫人和侧夫人看着，没什么问题。这半个月的膳食单子前后有三拨人来查过，我都按照夫人和侧夫人所说的遮掩过去，没有出岔子。嗯，少主，那这么看来，川主与何夫人是信了？自然没有，咱们这些小把戏早就被他们看穿了，只不过母亲疼爱宋武，咱们要唱这出戏，他自然会陪我们唱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咱们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出戏唱好。再让宋武装上半个月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哎呀，少主心思缜密呀！对对对，我一定嘱咐宋姑娘，这个病要一步一步的好，跑出层次来。对，去吧。哎，你来来来，我叮嘱你两句啊，这个膳食丸呢，是，还有喷剂，主要还得你给上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我绝不会把淑仪嫁到墨川去的。妾早就不想做这川夫人了，宫里的女子比我体面的还少吗？但这一天我只要还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要护着我的淑玉。哎呀，姑爷不想如此，这不是为大局考虑吗？所以只能委屈淑玉了。宋武病得蹊跷，这谁看不出来？这是主上偏疼何夫人，怕她伤心，这我不管，但是不能因为她就让我的淑玉去死。大局当前，妾不是不体谅主上，但是还请主上另择淑女吧。这墨川使者已经来都城的路上了，眼下一个人选都没有，那到时候如何交代啊？如果宫里的女儿不合适，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孙辈们，
少主们享受着新川的荣耀，也应该为新川分担。老大的女儿平安已经20岁了，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婿，还没有出嫁吗？但是平安的年纪要比墨川少主长2岁，以前从来没考虑过她。民间常说女大三抱金砖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是依靠着新川，咱们还能履行旧约，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老大助手墨川将平安嫁过去，也不失为商榷啊。是啊，这样他们一家还能团圆呢。也只好如此了。你就喝药吧，你身子本来就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怎么能放心远嫁呢？师娘没用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保不住。其实也没那么糟，祖父让我嫁去墨川，女儿认下就是了。认个屁！尹坤的女儿是他们能摆布得了的吗？若脆弱，若落寞，凭直觉。